你看到这个题目，是利用核差角公式求 tangent 105度之值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准备使用这个核差角公式， tangent 的 alpha 加 beta 是等于1减 tangent alpha 乘以 tangent beta 分之 tangent alpha 加 tangent beta。 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把 tangent 105度写成是 tangent， 这是60度加45度。好，那么这时候 alpha 是60度， beta 是45度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会使用到 tangent 60度以及 tangent 45度，所以呢我们写在这里，这 tangent 60度这是等于根号3。好，那么 tangent 45度这是等于1，所以呢我们代入这个式子，那么得到分子是根号3加1，那么去除以分母是1减根号3乘以1，这是根号3。好，那么这时候我们分子分母同乘以，这是1加根号3。好，那么这时候分子呢是根号3加1去乘以1加根号3，也就是根号3加1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写成这是根号3加1括号的平方。好，那么除以分母的部分呢，1减根号3乘以1加根号3，这是1的平方减掉根号3的平方，所以是1减3，这个是负2。好，那么我们写到这里来，分子呢根号3加1括号的平方，这是根号3的平方加1的平方，所以是3加1，这个是4，然后加上2乘以根号3再乘以1，所以这是2根号3。好，那么去除以，这是负2，所以呢分成两项，这是4去除以负2，所以呢这是等于负2，然后再加上2根号3去除以负2，所以呢这里改成减号，然后呢这2约掉，所以这是根号3。因此 tangent 105度就是等于负2减根号3，这一个答案